这里有个叫叶小妞的，3000的预算想要个5期圆条，最好有桌心，再给老公做个牌子。就凭你这么过分的要求，今天就你了。这个瓶怎么卖的？紫色还是非常浓郁的，上面稍微会带一点点的雾金。像这种单独压出来的每个饼，它也是带着心的。3万的话，预算稍微超了，再找一下吧。这套开多少？开7000。拿出去看一下啊。这声音我就不说什么了，有懂的自己在评论区打出来，好吧？这整套在自然光下呈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果绿色的颜色，你看打灯去看，是不是整个颜色还是属于浓果绿的那一种？像这种颜色就是比较中性，手镯做出来女的去戴会比较显清爽，而且比较显年轻，而且镯心是带底色的。像这种镯心如果是去雕个龙牌或者山水牌也非常好看。总之还是比较细的，而且条形也够厚装。这套去做圆条的话可以做，真的要去挑的话，这套就是可能棉会多一点。这套7000看不到啊，2000问一下。拿不下来。问一下嘛，有问有机会。出不了。这种货真卖不高的，拿回去不好出。颜色深一处浅。一处这里棉还多，加500吧，2500。2500不行啊，他说你要再加一点，还要再加一点，差不多可以出了。这种就2500的东西嘛，我是看有镯心我才给你多加一点的，本来就是2000。你站，镯子给你按2500算，镯心我再另外给你加300。帮你谈一下，反正一套就是2800。老板说开个张了，行，帮我装一下吧，装过去了啊，2800成功拿下，咱们这一条现在拿去起货，走。Later， 手镯洗出来了啊，满圈淡淡的一个果绿色，清水底的一个底妆，非常的显清爽。你看整个透手感也是特别清晰的，直接黑影透过来，糯冰往上到小冰的一个种水，而且表面已经有点起胶了。虽然是还有一点点棉感，但是比起这样的种水，这点棉其实也不值一提。